是你吗？太好了，至少你没事。你现在没有办法像平时那样和我对话，是吗？ 我也没事，抱歉，让你担心了。没关系，只要你还在那里，剩下的困难我们终究可以一起解决。门没有上锁，也就是说，把我带到这里的人至少并不打算困住我。可是。 怎么办？要沿着这条路出去吗？等在这里毕竟不是办法。无论发生了什么，我至少应该主动去面对它。别担心，希儿，我能够保护好自己。嗯，走吧。 这里是，这些人，希儿都不认识。不过，他们或许知道一些和这里有关的事。打扰了，请问？太好了，总算找到搭话的人了。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抱歉。 我原本也想问这个问题，请问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神明的庇护所，能来到这里，
足以说明你的前程和福报。你通过了圣痕计划的考验。圣痕计划？你好。别过来，我不想和陌生人打交道。怎么办？他们好像比我更加茫然无措。我应该继续问下去吗？还是说……啊，白色衣服的漂亮姐姐，太好了，你终于醒了。你是？我叫空，姐姐叫我小空就好了。我是希儿。小空，你在我醒来之前就见过我吗？你知不知道这里是哪里？这里是新亚特拉，我们野营的地方。野营？这孩子在来到这里之前，老师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这里是一个会让我们忘记想家的有趣地方，而我们也只需要享受40天野营的时光就可以回家。是老师带你到这里来的吗？那么他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老师现在在哪里，他一直都是这样，总是不辞而别。但我……所以这应该就是他会骗我们的原因吧。啊，我们确实不是到这里来野营的吧？不可以到处乱走，不可以离营地太远，不可以和看起来危险的人搭话，遇到困难要马上联络灰蛇叔叔。虽然我没有怎么参加过野营，但是真正的野营不该是这样的吧？至少因为这里可是月亮上啊，一般是童话里才会有的情况吧。月亮上？虽然我没有离开过这栋建筑，不过这里肯定是月亮呀，因为挂在天上的是地球嘛。月球？这怎么可能？可是看着孩子的神情，应该不是什么玩笑。在我睡着的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希儿姐姐？啊，抱歉，我只是过于惊讶了。小空，你知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来到月亮上的？果然，有些事情老师没告诉我们，对不对？毕竟连我们的旅行方式都很奇怪，只是穿过一扇像虚影一样的门，一眨眼就到了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种方式简直就像海渊之眼。怎么办？他看起来也只是比我稍稍熟悉这里一些。突然出现在完全陌生的地方，无论是谁都会感到很慌乱吧。别担心，你的老师说的也没错，这的确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月球之旅呢。希儿姐姐真的这样想吗？当然，这也是命运的安排嘛。就算我说的不对，你总该相信自己的老师吧。是啊，老师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了，他一定不会无缘无故骗小空的。之前那两个姐姐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当时还将信将疑。不过既然希儿姐姐也这样说，那么就一定没有错了。之前的两个姐姐？一位金色头发，一位黑色头发，还穿着很神奇的衣服，好像是叫女武神装甲。小空，他们有说过自己叫什么名字吗？来自哪里？或者其他的什么？名字叫……抱歉，希儿姐姐，
马克兔不在身边，我有些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小空只记得他们管自己叫女武神，因为这个词很特别。别慌，小空，是姐姐不好，刚才问得太急了些。不过马克兔是什么呀？对小空来说好像很重要的样子。马克兔是老师送给我的机器人，我的记性不大好，很多事情都是马克兔替我记下的，如果没有了它，我很快就会忘记之前发生过什么，就像现在这样什么事都做不了。看来是很重要的东西呢。如果就这样去调查女武神的线索，失去了记忆的小空一定会很为难吧。对了，刚才我好像看到了一块类似于通告版的东西，或许如果把小空的烦恼也写在上面，说不定就会有人帮助他找到马克兔了吧。这样一来，过不了多久应该就会有人接下委托了。在此之前，小空就先在这里耐心等一等吧。谢谢希儿姐姐。抱歉，我本来应该帮小空一起去找失踪的机器人，可是眼下我还有一些急事必须去确认，可能没办法专心帮小空找东西。急事？希儿姐姐，你也打算到外面去探索吗？如果情况需要的话，是的。不过，也，那两位女武神姐姐并没有在这里待太久，很快就离开了，说要去寻找回家的路。小空原本也想一起去的，但是老师说过，要我好好的待在这里。而且，希儿姐姐，外面是不是真的很危险？你一定要出去吗？既然小空口中的女武神已经出发，那找到他们无疑就是最优先的事。没关系，我只是去找那两位姐姐，说不定很快就回来了。因为希儿也可以算是女武神，所以必须去确认自己伙伴的下落。小空还是留在这里吧，
没有马克兔的帮助，你一定很不方便吧？而且你还要等老师回来，不是吗？女武神，这就是老师说的为了其他人而不惧危险变得强大起来的情况吗？那么希儿姐姐，祝你尽早遇到要找的人。谢谢你小空，回头见。嗯，回头见。这团火焰就是人质，我已做出了我的选择。无暇的少女，真我的英杰，人类的力，有什么好玩的？我将坠入黑暗，换你回到光明。Bronya， 会履行自己的。又有妖兽侵袭了吗？让我来吧，没有我做不到的事情。与大家的回忆。
明智之举，有什么好玩的？我来了，我会把这个不完美的故事。我已做出了我的选择，神州的安定不容破坏。我是丽幽兰黛尔，等待指示。我的价格不便宜，但如果你今天的任务是什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果然有敌人，量子之影，为什么？怪物和我在量子之海遭遇过的敌人一模一样，但是从其他方面来看，这里明明是月球啊。如果 Bronya 姐姐也在，她一定能很快发现问题背后的真相吧。 Bronya 姐姐，你现在又会在哪里呢？不，现在去想这些也不会对现状有什么帮助。小空之前说的那两个女武神，他们究竟是谁呢？金头发和黑头发，很神奇的衣服。难道说……目标地点好像不在这里，还是重新确认一下吧。目标地点好像不在这里，还是重新确认一下吧。这些怪物已经失去活性了吗？把这些有用的材料带回去，小空一定会很开心吧。看起来
像是被冷兵器摧毁的。他们应该是人类战斗留下的痕迹吧。克里希娜，上！下！哈！哈！哈！小声！切！你说爆了！嘿！哈！等一下，这条路似乎不太对呢。到此为止了，准备。希尔，我们在这里。希尔，听见了吗？希尔，永遠遅延とは言うけど、こんなところで会うなんて思いがけない出来事も起こるものだね。お久しぶりです、ゼーレさん。幽蘭戴尔、还有李小姐。没想到吧？我前脚坐着火车出门，后脚就到了这广寒宫。好了，像这样居高临下的说话未免过于傲慢，我们还是先下去再聊吧。对，说的也是，不过咱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同伴，有些喜形于色也是在所难免吧。好嘞，我们这就下来。你好，李小姐。嗨，没必要这么身份嘛，我年纪大概虚长你几岁，不如你叫我一声姐姐。好的，素商姐姐。我只是开玩笑啦。仔细想想，我苏醒之后的时间也不算长，对这个时代的了解程度还真就像个孩子似的，就算被人叫做姐姐，那也名不副实啊。你还是和幽兰戴尔一样，就直呼其名或者省略姓氏叫素商吧，简单直接也没什么歧义。啊，好的。不过你们又是怎么来到月球的呢？我自己只是一觉醒来，就稀里糊涂地出现在了那个叫新亚特拉的地方。我估计也和你差不多，本来已经订好了投宿的房间，一开门就突然窜到了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简直就像是他们说的，对，科幻小说里的桥段。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客栈，不，宾馆的什么特殊服务呢。如果不是被幽兰戴尔发现了，我指不定要在这边闹出什么笑话来呢。虽然我之前也像希尔一样进出过量子之海，但这次的体验还是令人感到颇为古怪。他所使用的技术和天命大相径庭，不过至少和我共享圣剑力量的丽塔似乎没事，这算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好消息了。似乎，因为我目前还联系不到丽塔或者地球上的其他人，只是通过圣剑辗转感知到他目前的状况一切良好。也就是说，和另一个我的情况差不多吧。
唉，总之，这还真是一场噩梦啊。啊，说到噩梦，在月球上醒来之前，我的确做过一场梦。凯文，那不是世界蛇的首领吗？这肯定不是巧合啊。我想希尔所看到的可能并不是梦或者预知，而是在空间传送过程中现实信息被意外投射进了他的潜意识的结果。梦里凯文所在的地方的确和这里的感觉很像，也就是说他果然也在这附近的某处吗？如果能够找到他，是不是就和凯文当面对质吗？我很想说这实在有点鲁莽，不过无所谓了，这个想法本身也没法付诸于行动啊。在遇到你之前，我们已经在附近分头进行了一些探索，虽说很明显小空的老师和叔叔肯定都是世界蛇的人，但可惜除了一些长相怪异的石头和一条不知所谓的断桥，我们连世界蛇的一片蛇鳞都没有见到，而通向山那头的路也被一种奇异的力量所阻碍。不，应该说本来就没有路吧，只是我想遇见飞行也飞不出去而已。如果你真飞到了外面的真空里，事情反而会变得更麻烦吧。虽说以你的实力来说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有事，但说话传不出声音总归还是很不方便嘛。啊，是这样啊。对啊，网上的节目里有人讲过，正常来说月亮上是压根没有空气的。唉，反正除了和希儿会合之外，我们这小半天来还真没有什么收获。有些时候没有收获或许也是一种收获。在我看来，我们的处境至少说明世界蛇对于现状有着充分的余裕，不管谁被投送到新亚特拉他们都觉得无所谓。这反过来也可以说明，让世界蛇能够达成这一现状的事物，他想必有着非凡的全能，也经过精心的准备。既然如此，那么某些零星的证言也就确实可信，我们的遭遇的确与圣痕计划直接相关。我记得圣痕计划是当时蛇在海源之眼里就说要实现的。希尔想必在当时也有过一些了解吧。不过按你们这样说，事情不是有点奇怪吗？夺差人之前也和我说过，圣痕计划的结果就是留下像我这样所谓的圣痕觉醒者，而淘汰掉普通人吧。就算我们在那个避难所里遇到的人都是如此，可地球呢？幽兰戴尔，你不是说根据你的感知至少丽塔的状况没有任何异常吗？我记得他的确是这种意义上的普通人吧。我想从局外的视角来说，这本身或许就说明圣痕计划的真实面貌与我们之前道听途说的版本有不少差异。毕竟如果反过来说，世界蛇又搞出了什么新的秘密计划，那似乎就过于天方夜谭了。道理是这个道理，不过现在怎么办？似乎不论做什么都毫无头绪呢。如果把我们面对的现状比作犯罪调查，那倒是有一些基于经验的做法可以参考。犯罪调查？哦，是侦探电影的思路吧，那个什么福尔摩斯。倒也可以这么理解。那我就懂了，侦探验看现场可不会只看一遍，只有反复调查才能发现蛛丝马迹，才能遇到之前不小心错过的人和事。好，既然有主意了，那不如我们这就行动起来。好呀，希尔呢？当然没问题，不过我也确实有点在意小空的事，在调查的间隙有机会我们还是回去看看吧。这样也好，
出发出发。让我来吧，没有什么好玩的。让我来吧，没。我已做出了我的选择。